老师，我叫你的问题来请教哈。在咱这个王宗庙某神父的这个太极论内底哈，有讲到这个进之则易长，退之则易处。这个部分哈，无啥了解。这个进甲退是咧指啥物？当然，这个进甲退吼，是咧讲这个先天气啦。哦，咱来讲，还是讲是内进。内进的进甲退，哦，我咧，即个进进甲退，我来解迄个先，咱来探讨即个关系哦。即个进甲一路进之则易长，退之易处，哦，即个重要性，是哦，即个是哦，咱也可以讲行太极拳的人，提供过有共鸣。也是啊，有钱啊，无金，也有个无助哦。啊，你就力学随时你做个细哦，你无让你就破坏了哦。这样是这样的，就这问题，就是刚才这进出这一场退这一出的一些关键。今天啊做以后，你再回去去摆列子哦。所以我要前辈有讲话呢。就灭火顶头先百炼三十年哦，你就是讲要袂去百炼的，你安尼浪费时间咧，无得了保安的哦，迄就是讲即个进行的一场退之易处，就是关键，这就是重要的所在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人，你呐，你退之易处，哦，这就是讲你都爱要提精神，你呐不要提精神哦。啊！你都烦恼，也无法度文化。哦，现在从精神呐、啊、提得起，就无出众之余，就认为未烦恼双重，啊，未烦恼些不能无的硬化的那些病人。哦，这边叫我就那个有提精神，还要提精神，你说要禁止这异常，你禁止这异常，因为你礼拜是啥哦？你都爱看等的。啊，较重要哦！你只要我多提精神，你只要提起，啊，精神啊提起，啊，你就袂去烦恼双重啊，是，哦，啊，你就袂烦恼了，不能因话诶，对不对？老师讲，这个进退是咧指内劲、先天气的对吧？吼，啊，伊是伫倒位，伫倒位进退？那你就开就对啦，开就进啦吼，进来开。爱情怎么样都情，就是用由下往上，就是用为这个丹田有肝哦，有肝丹田，有肝丹田哦，啊，这叫脉理，脉理，啊脉，啊再为这肝在表面起来，嗯，透到胸中，这样就是顶管的，嗯，这右肝肝在顶管这样，啊来个加，是，我还没，还是要要个一路要推是喏。就无位置，爱手回去，让个手回去，啊！这啊！正后面，甲正后面有只倒转，啊转，哎呀！这个东西，你讲搞得混一心，哦！啊这混一心，混了后左重左西右重右苗，哦，左重那倒下是啦，啊就迄个倒下心，啊就提精神。啊，提精神就是身啊，就是身的啦，就是安尼练进去，练进去啊，困心困心啊，这都是困啊，这边这就是提精神就是心，啊，这就这心的是爱断卡，爱断卡的哦，包就包，啊，人是多卡的健康，又重又妙，左重左西又重又妙，我这爱提精神。阿里叫华，阿华的，阿华我叫新人脉，我阿个我在华的，阿里个新人脉，阿里个古个华的，新人脉，阿里哦开户阿里，阿里用这这个无极生态池，阿里哦，哎了这那布下布的，阿里下布，阿里再当对他的。诶，心理、心理哦，有帮助。是。啊，静哦，是对这个腰间丹田静来的哦。
吼，啊，透过迄个马铃吼，啊，连骨、背脊骨啦吼，啊，一直到手啊，腿咧，你腿是从边头开始腿？啊，腿是脚，哦，对，脚底，诶，脚底降落去，是大脚底嘛吼？大脚脚底，哦，啊，啊，甲降落去，降落去哦，不得安尼干干那个不好，也个无个未丢心啊。都爱爱顾提精神，顾加入去，顾加入，加退步，叫人确实是退步，顾加加入去安尼。话你讲提精神啊，加入去，爱再落去，是是，啊落去再再新再来，是。你若无教育哦，那无教深入就新哦，你会袂发袂迄个生太紧，有新的袂来，啊就即摆就安尼。高勇团咯，高勇团，啊就来训练出来，啊就是，啊你话面就叫啦，伊个，即个即个文化，文化诶，文化，文化是讲咯，啊文啊化，啊化就是，诶话面在训练里面，哦，啊无极生态系，无极生态系，是是是，所以你咧来进进来就是你。腰间丹田、马尼、背脊骨、啊手、哦顶八卦手，啊过来就是个锁链入尾后，上尾个脚底、大脚底，啊伫大脚底腿就对啦。啊所以就颈较长啦吼，所以近之则异长嘛吼，所以就较长就对啦吼。啊退之则异处。退出去，退出去，就是要提精神啊。提精神。哦。大步去。左动左膝，右动右脚，是是是，这就是腿啊，是是是，这个处就是短处的，迄个处啦哦，迄个腿重的。对这十二经验来讲，建立即开有开即合，看来即合，这个进就对啦。啊，就是这些上尾来一趴，才是腿就对啦，提精神啦哦，是是是是，哇，这拢是宝贵的，袂袂尴尬。是是是，感恩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请教老师，我哋今仔日的课程的重点，拄只老师有讲，即个颈甲腿是咧讲内治，吼，也是讲太极拳来讲，都是内治，吼，进退拢是针对内治，不知不觉。这几年当中，老师拢一直甲阮精进啦吼，一直加强落去。可以讲，进退已经无咧讲即个后天的口鼻呼吸的呼吸法、外呼吸啊，完全拢是咧讲即个内气的重点吼，已经。到达这个无为法啦，吼，不呼不吸，无息啊，就对啦，吼，啊，所以针对这点吼，我所以搁再搁重复讲，就是讲要大家确实去认知，讲咱即马已经暂处进入这个无息啊，吼，啊，今仔日咧讲这个。即、这个进出走异常吼，迄、哦那个常甲退出走异处，即、这个常甲处，诶，即个有两个重点。哦，头一点就是迄、那个，即、这个单脚迄个时阵，哦，要进出走步吼，就是即生呀。老师一再一直咧强调讲，咱诶体用歌内底有讲。用泉无根，腰无主，哦，力学虽疏，终无补。所以今仔日重点就是下伫这个所在，要互咱有这个用泉爱有根，啊腰爱有主，哦，这个头一个重点，用泉你要安怎才会有根，哦，啊，都是到单脚迄个所在，哦，就是即身迄个所在，啊，都是爱提精神，哦，啊，佫爱来催逼。益处，迄、那个处毋是底啦，迄、那个处老师有强调讲，迄是咧催逼、催促，连到提精神，
目的就是内定内气了，降落到脚的用砖叶，甚至到拖脚底落去。哦，安尼来，你才会达到这个无极，啊，才会生态极。哦，啊，即马讲迄个长的所在，哦，进入到异常这段，哦，等于就是咱十六里经验的前啊这三趴，哦，这三趴，咱就是爱拢一直加顺势做落去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若讲这个主体的部分，哦，这个动作的部分，哦，你若要做进入到异常啊，迄个时阵，咱的主体就是爱哭。哦，爱哭的，哦，啊，咱就建立即开，五开即合，哦，看来即角，即个所在啊，拢是还阁哭掉的，哦，看来即角，就是已经七十分清啊，百分之百，即三句，前啊即三句，都是进入做异常，哦，唔好背起来，都是成语，哦，啊你。即马看来，即人已经单卡百分之百哦。即马来的时阵就是益处啊，你爱甲吹灭，吹不破哦，爱甲堵处哦。提前阵点到会骨碌，安只会即个就是这些哦。所以今仔老师咧讲的重点就是即个无极，你一点啊做唔对，啊你就无极生太极。哦，你所以爱会记个讲，前啊一三趴都是拢乘以啦，唔好背起来。哦，啊你才会百分之百，啊来才会提精神，啊才会上下对啦。哦，啊再个赶紧个倒转来，再个无极生太极。哦，今仔日这个重点是不是请老师指点一下？这个时候是，那什么普通那。动物的人拢在那做吼，是，迄就是讲，伫个虾米时阵呢？你碰了吼，啊，唔离咯，吼，啊，即摆来要挤也是吼，啊，个挤出去，这就是性嘛，吼，就挤出去，啊，即无，啊，有阵无变无，这就爱哭落去啊，是，吼，爱哭落去，啊，即个时阵吼，爱等啊，对，即条上面，等来吼，啊，你卡掉哦，阿你无只，就是简单，无只下出来，哦，啊，这个哦，以生态级，啊，你这个就是这个所在哦，是，家己比较容易体会，啊，从这个哦，达到阿个应用啊，每小，啊，比如说，比如说，每一所嘛是同款，哦，安尼。我嘛是咁讲，啊，螺丝又唔稳，即系鱼肉，而且就食啦，哦，系，是啦，诶，要提精神，哦，系，而且有，系鱼肉精到，鱼肉精到，一定要去达到多动多息，完全鱼肉，系，即系。就比如说又重又妙哦，还是多重东西，还是这重，这卡都卡上去，好了，还是多久起来，哦，啊多久来得意啊，而且啊意就变成个心啦，哦，而且心就叫不叫意，啊你那也叫那无心哦，你叫咩无意啊，变得到个我的气叫震动，哦。不要你轻易的爱去打落去，卡落去的，或者震度，哦，啊，轻易个震度，我这一去就有一个造成，就是。是啊，然后郭伟哈，他们老师，丁老师。